晚上九点了。啊，明天还来吗？明天到下午六点。他病历上那个加血压的药很久了呢。上帝，你到底让我倒下来的目的在哪里？原来我从出生到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，就是为了倒下那一刻而准备。11月28号，周三晚间10点，公共电视《独立特派员》，医疗重灾区。